What's up? My name's Alex Helkius. I'm from Toronto, Ontario, Canada. I'm here to represent my team, my family, and all my friends. I work really hard. I've been putting countless hours in the gym for a lot of years. This is my time now. It's time to show my skills for the world.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Asia. I really like it, but I'm not here for a vacation. I'm here for business, and I'm looking to finish the fight. So, look, I'm looking to put on a really good show for the Chinese fans. All right, I'm here in China. My biggest challenge is gonna be this fight, but...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认识到的就是Alex他的对手，也是我们的红方，来自中国的张慧鹏。大家好，我是张慧鹏，我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我从小就很喜欢体育，几乎每天都和邻居的小伙伴一起摔跤，因为叔叔是一名摔跤运动员，特别崇拜他，所以我以他为榜样。 后来，叔叔把我送到了内蒙古体校，我选择了柔道，开始了我的柔道生涯。直到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 MMA 的比赛，比赛的场景让我很吃惊，简直太有趣了。那一刻，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男人的运动。当时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项目，我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改行训练 MMA。 于是我怀着梦想来到北京全天下俱乐部，也就是 UFC 中国第一人张铁拳的训练基地，踏上我新的梦想的旅程。我是张慧鹏，我在铁笼等着你。掌声有请真男人张慧鹏。 In the red corner， 张慧鹏。让我们为他来点掌声吧。红方来自中国的张慧鹏，南方来自加拿大的 Alex， 比赛现在开始。作为蓝鸟选手 Alexander 穿的那个短裤，他是不是说明他是柔术的子弟呢？应该就是那个意思。啊，现在 Alexander 鸡腿摔拿到了上位。现在张慧鹏处于半防守的位置 ，Alexander 现在想要过腿。那从这个角度上看，铁哥，您认为下位的张慧鹏应该做一些什么呢？他应该从笼子那儿转出来。好，他像您说的一样，就转出来了。被挤在笼子，对，Alexander 这位选手应该是经验非常丰富，他把张慧鹏挤在笼边，想对张慧鹏的颈椎和脊椎施加压力，这样会对下位的人的胯逃胯会非常不利。 上位的选手非常有经验的，他现在控制住下位张慧鹏的胯。对呀，现在过一条腿了，哎，又放。张慧鹏又回到了全防守的位置。作为张慧鹏这位孩子，他的柔术水平怎么样呢？柔术进步得很快，因为教练都给他发了蓝带，然后他有望能很快得到子弹。 哦，这样的一位选手是非常有实力的。那现在张慧鹏被控制在了笼边，而他的对手 Alexander 现在靠在张慧鹏身上给张慧鹏施压。现在张慧鹏站起来了，成功站起来了。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可以用柔道的背摔呢？对。哎，张慧鹏要断头。哦，没有，他只是控制了对方的头。现在 Alexander 一直处在张慧鹏的胯里边，没有出来。 但是从气势上和态势上，现在 Alexander 明显占有优势。那作为上位的 Alexander， 那他现在应该做一些什么来突破张慧鹏的防守呢？他应该过腿。现在作为上位的 Alexander， 想要突破张慧鹏的防守好像是很难。
不是那么容易。对对对。啊，张慧鹏很危险，我一只手已经被 Alexander 顶在头上了，这样很容易被做降服。对对，要腿过来了。那不应该让他跳过去。防守，现在他已经拿到了张伟鹏的一只手，他要做手臂三角锁。对对对，不应该让他手臂三角锁。他骑乘规则了。没有，张伟鹏逃快逃出来了。逃出来，哎，撞过来了。上位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扫击，现在压住了 Alexander， 现在形势逆转了。作为下位的 Alexander 好像还是很冷静，他只是在控制着节奏。作为上位的张伟鹏，现在张伟鹏拿到上位，那铁哥作为您的想法，那张伟鹏现在应该做一些什么？好，我们的铁哥非常专心地盯着自己的学生，盯着自己的孩子，非常担心。作为下位的 Alexander 现在进入了全防守姿势。其实大家都会对这个全防守姿势会觉得很困惑，这个姿势能做什么呢？这个姿势有好多锁技，能实施好多锁技。实际上这个全防守姿势就相当于我们拳击的报价，从这个姿势可以发挥出无限的技术。现在形势逆转以后，张慧鹏现在拿到了 Alexander 的半防守位置，也就是他的一条腿把 Alexander 两条腿夹住。现在 Alexander 想起来做乌龟，好的，起来，好。现在双方进入了站立，又重新进入了站立。刚才 Alexander 一个冲锋，然后就可以把张慧鹏轻松的抱倒。那现在张慧鹏应该用什么方法应对呢？因为现在张慧鹏在撤退中寻找机会，瞬间又被 Alexander 抱倒。对，又是一个借腿摔。现在张慧鹏处于了全防守姿势。其实很多观众都不了解，那作为下位的选手，在这个位置上难道不是很有劣势吗？也可以说是劣势，也可以说不是劣势，因为下边的人的这个柔术技术特别强的话，是一个很有利的位置，因为把他拖到地面。啊，也就是说这个取决于选手个人的柔术水平，也就是相当于一把剑你会不会用取决于他的练习者。现在作为上位的 Alexander 正在想突破张慧鹏的半防守，现在侧身过去想拿骑乘，想骑乘，现在张慧鹏又伸进去一条腿，又回到了半防守位置。作为张慧鹏来说，现在他最大的问题是不要被对方压平，如果被 对方压平，他的柔术就没办法发挥出来，他的胯就不灵活了。现在 Alexander 拿到了侧向压制的位置，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那么作为 Alexander 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有优势的。铁哥，作为红方的张慧鹏，您认为他在第二回合应该去用一个什么样的策略来对抗这个 Alexander 强摔强打的风格呢？应该步伐比较在步伐应该再灵活点，因为他的步伐太死了。现在从对方 Alexander 来看，他在第一回合那么大的优势情况下都没有能够成功的获得胜利，那他应该在下一回合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方法的进步呢？我刚才看他资料，他是练拳法的，我觉得要是他的拳法很好，他应该多打拳，就站立的拳法跟他对。第二局比赛开始，现在第二局开始啊。加拿大的这位选手好像听到了你的说法，然后好漂亮。现在加拿大选手用这种姿势去踹张慧鹏的话，张慧鹏应该用什么方法来防守呢？张慧鹏现在这个打法就挺好，应该就现在加拿大的选手的表情非常诙谐，是一种挑衅的表情。那您认为张慧鹏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应该让他站起来，应该让他站起来，给他机会让他站起来，对吗？作为红方选手张慧鹏，他是柔道基础，那从现在我们都没有看到他柔道的发挥方式，又进入了 Alexander 的全防御姿势，也就是进入了柔术的准备式。现在开始又进入地面技术了，地面打击。那作为地面技术，现在作为蓝方的 Alexander 坐在了笼子边上，那这个姿势对张慧鹏有什么不利呢？
对张慧鹏有利，对他，对这个加拿大选手是，哎呀，拿到了后背。加拿大选手现在加拿大选手拿到后背啊，但是张慧鹏站起来了，这个问题不会太大。现在张慧鹏在等待着什么？拿到了后背，被拿到后背进，好，张慧鹏啊，柔道选手一般都有这种胶劲儿，这种整劲儿是一般选手很难达到的。嗯，即使他处于劣势，但是他也能从这个劣势中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姿势，对吗？对对。作为蓝方选手 Alexander 现在又进入了老套的半防御姿势，我觉得 Alexander 对于半防守的过腿还是需要提高的。他拿到张慧鹏这么多次半防守都很难逃得出去。好，现在拿到了齐秤位，而张慧鹏现在应该在齐秤位中，我认为他是应该开始尽力逃脱了，对吗？对对对，应该必须逃脱这个位置，不然他就对张慧鹏来说是特别危险的一个位置。那现在蓝方选手就是尽力控制张慧鹏的脖子。我知道在柔术里面有一个动作叫乌帕，是不是他可以用那一只手为支点，然后把它翻过去呢？对，应该。现在张慧鹏处于一个比较不利的姿势，他脚踩着龙鞭，这个脚踩着龙鞭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铁哥？没有没有，这就是有力量支撑的一个点啊，这是一个支点。现在蓝方选手在齐秤位上开始地面砸拳，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 GNT Ground and Punch。因为后背，他拿到后背了。拿到了张慧鹏的后背。因为铁哥，我对柔术不是那么了解。那从这个位置，作为张慧鹏来说，他现在最好的应对方法是什么？就必须把他放到全方位。刚才这个镜头非常诡异啊，刚才一刹那之前还是 Alexander 拿到了齐秤位，突然就被张慧鹏甩出来了。您说这是柔道选手整劲儿在起作用吗？对，这也是一个柔道选手他的整体的力量，还有那个柔术的一条就是从齐秤逃的一个技术，一种的柔术的感觉。那现在作为空方选手张慧鹏现在还是处于比较被动的姿势，我觉得他没有太好的办法去防抱摔。对，他应该防摔不是很好现在，但是他怎么摔怎么有。对，现在作为蓝方选手，他即使无法过张慧鹏的腿，无法进行有效的击打，无法进行有效降服，但是他依然可以拿分。对，因为这个 MMA 赛事里边谁打的主动，谁控制的时间长，是谁得分的多。就是说其实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选手的主动性。对对对。那作为主动性和控制，谁控制的多，谁主动进攻了就。哎，张慧鹏啊，张慧鹏刚才那个手的那个有机会的。听了我们铁拳老师的解说，大家应该对这个比赛更加清楚了。那作为蓝方选手，现在一直在进攻，但攻而不克；作为红方选手，一直在防御，但效果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双方现在处于一种蓝方选手略微有优势却相对平衡的微妙的关系。对，他们俩这样打的话可能拖到第三局。现在作为蓝方选手依然在逃脱张慧鹏选手的半防守位置，啊，已经逃脱了，现在又拿到了齐秤的位置，他又开始进行了地面的打击。那作为张慧鹏现在他是应该这样推着对手吗？好，第二回合终于结束了。那么现在两局已经结束，铁哥从您这儿判定双方谁比较占优势一些？现在这个巴西加拿大选手的优势比较强，因为张慧鹏每次都被摔倒。张慧鹏现在也开始慢慢的从表情上来看放松下来了。对，开始放松下来了。因为 MMA 是一个结果非常不特定的一个比赛，很有可能前两局拿到优势，第三回合会被 KO 被锁啊，我这被 KO
这有经常发生这件事。对，谁都说不清最后到底谁是胜者。如果这场比赛打到判定，那铁哥您认为这场比赛作为胜者和败者，您认为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刚才看见那个张慧鹏举手示意，不知道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是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进行，这可能就是一个对规则和比赛把控的一个能力。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裁判米亚扎瓦先生，然后希望他能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安全、公平、正义的比赛。那现在蓝方先生把张慧鹏挤在了龙边，然后拿住了张慧鹏的一只手，这样的位置非常不利啊！张慧鹏现在送给了自己的后背给这位蓝方选手。那铁哥，我知道在柔术中，在 MMA 中，给对方后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那在这个位置，张慧鹏刚才为什么要把后背给对方呢？因为他别无选择了，对是吧？对，因为他被骑乘，他觉得应该给后背比骑乘的安全。现在蓝方选手用的这样的方式是针对颈椎还是针对脊椎的呢？如果是针对脊椎的，是犯规的，对吗？现在张慧鹏应该赶紧想起用一些方法逃脱蓝方选手的控制，否则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会非常不利而且危险的。对对。现在作为张慧鹏，他现在一直保持这个姿势不动，是有意而为吗？还是因为他体力下降的太多？不是，因为上面选手控制的好。啊！张慧鹏又一次用自己的胶劲翻了上来，然后拿到了对方的半防守位置。这个小心点，这边有很危险。这个您的意思是对谁很危险呢？对张慧鹏啊，因为那选手控制他的一个手了。这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张慧鹏没控制一个手，那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做一些降服或者控制技术是吗？对，像比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坚固 Omoplata 还有一些其他的。现在蓝方选手的这个动作可以说并没有太成型，因为他被顶在了笼子边上，他的胯是没办法自由移动的。对，因为这个柔术动作，你不管是哪个动作的时候，必须胯要灵活。对的，对的。那现在作为蓝方选手，好像他现在想用 Omoplata 但是张慧鹏一个出色的翻身，翻了过来，没有逃脱。然后现在张慧鹏逃脱了 Omoplata， 然后拿到了控制位，开始进行打击。作为张慧鹏来说，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他要拿到优势位置。对，在下位无论你的柔术好坏，你都会被对手打击或者施压，这个对从选手心理上来说会觉得压力很大的。作为 Alexander 刚才一个双手下大腿的过腿已经成功了，现在成功的拿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姿势，叫侧向压制姿势。这个姿势在美国就被称为 100 kilos，就是像有100公斤压在你身上一样，这个姿势是非常稳定的。那铁哥，如果控制这个位置，而且现在 Alexander 想尽量控制张慧鹏远方的那条手他选择了骑乘，因为无法控制手的话他选择了骑乘。现在张慧鹏三场比赛被不停的骑乘和拿背，那这样他会失分很多。对对对，这要是在剩下的这时间里边，张慧鹏要是不击倒或者是不请击的话，他就是这场比赛应该是，因为我知道作为蓝方选手 Alexander 他已经28岁了，然后训练的经历已经很久了。作为张慧鹏，好像我在这看到只训练了2年，那么是不是经验问题呢？还是真的就是技术上的问题？对对对，经验问题，应该是经验问题啊。那我觉得这位选手还是缺乏历练，其实缺乏就。但是在您作为 UFC 第一人张铁拳的影响和熏陶之下，我相信这位选手会尽力的成长起来的。这是我们自从开场以来打的时间最长的一场比赛，也吊足了观众的胃口，绝大多数的比赛都在地面上进行。好，三回合结束。一号裁判，红方28，蓝方30，蓝方胜。二号裁判，红方27，
比蓝方三十。三号裁判员，红方二十九比蓝方二十九，蓝方胜。Your winner by decision in the blue corner, Alexander Halkia. OK, 本轮胜方是 Alex 来自加拿大。OK, 朋友们，这里是我们的 Real Fight。